经历残酷的点球大战，足球梦的海选结果终于出炉。34位足球少年即将踏上梦寐以求的欧洲足球豪门之旅，登上足球的最高殿堂，去近距离接触和学习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顶级的足球技能。他们的命运或许将由此而改变，一条充满光辉的道路仿佛就在眼前。但是旅途是否会一帆风顺，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怎样的考验？经历几轮残酷的点球大战，从淘汰区复活的4位小选手终于诞生了。他们是来自北京赛区的王浩辰、广州赛区的邓乐文、西安赛区的谢国华，而最后一位幸运儿是来自沈阳的张宇浩。他们将和已晋级的30位足球少年一起接受两大豪门球队教练团挂围巾的最高足球礼遇。 Z1 愿中国的足球梦在这些孩子身上能够圆满的实现，谢谢，谢谢每一个人。足球梦的海选结果终于出炉，这34位幸运的足球少年在这样的年纪就能够登上足球的最高殿堂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主办方为了能让小球员安心学习，特意安排了2位保姆性质的全职领队。这2位球星都有多年的海外经验，主办方请来他们带队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，帮助小队员尽快适应环境，少走弯路。谢辉，中国国家队队员，2009年正式退役。他是申花俱乐部迄今为止进球数量最多的球员，也曾经在德国踢球多年，曾效力于亚琛、菲尔特等球队。高雷雷，中国足球职业史上第一个自由转会的球员。2006年起，高雷雷赴海外踢球，效力于澳超新西兰骑士队、惠灵顿凤凰队、美国甲级联赛明尼苏达群星队。2011年正式退役。2013年盛夏，足球梦梦想起航的时刻终于到来。遥远的欧洲不再遥远，但对于这些很少出远门的少年，离开父母，离开熟悉的这块土地，心情的复杂可想而知。大家好，我叫李佳豪，我的球龄有4年了，我去的是荷兰，然后第一次出国，心情也非常激动，然后想去那里学习他们的知识和球技。第一次出国，我家人很希望我能有一次出国见一下世面的那个机会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经验，然后学习更多的知识，一句话就特开心，特想快点到上飞机的那一天。第一组小球员终于出发了，目的地是荷甲豪门阿贾克斯。他们需要先从北京先期抵达上海，由上海飞往阿姆斯特丹需要10多个小时的航程。这时候小球员们迫不及待地分享着兴奋和期待。哎，爸，我到机场了，路上都很安全，没什么事情。领队会带我们，或者明天早上差不多就到了。哎，晓得。
肯定。Hello, fighting！ 加油加油！比赛比赛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啊！好努力。当他们双脚再次落到地面的时候，已经是一派异国风光。Good morning。如果说极具特色的荷兰风光让小选手们一扫旅途的疲惫，那么同样是典型荷兰风格的这栋花园洋房让他们差点欢呼起来。这就是我们在荷兰要住的地方吗？直到现在，一切都仿佛很美好、很顺利。但是作为领队的谢辉呢？这位大球星一直没有出现在镜头里。原来，已经退役不需要参加比赛的谢辉却依然忙碌，这一次更是因为突发事件耽误了行程。小选手已经就位，领队兼中方教练的谢辉却无法赶到，这样的情况会影响到小队员接下来的训练吗？另外一组17名小队员的目的地是英超俱乐部埃弗顿，他们将飞往英国伦敦。大家好，我叫任维，今年14岁了，我踢球已经有6年了。这次出国嘛，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激动，又想出去见见世面，开开眼界。最想去的地方嘛，就是伦敦的大本钟看一看，然后看一看伦敦眼。我是来自广州队的球员邓乐文，我今年16岁，我在场上踢位置是后腰，防守型后腰。这是我非常幸运的，得到了去埃弗顿训练的机会。我一定会更加努力，赢得足球梦寄予的最高荣誉。埃弗顿，我来了！在首都机场，这组的领队高雷雷不负众望，终于在机场跟他所负责的小队员们首次见面。几位一路紧紧跟随的家长也得以和高指导有了一次难得的交流。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，10几个小时后抵达伦敦的竟然只有高雷雷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没错，6位小球员。那么其他的11位小选手呢？镜头回到国内，原来在最后时刻，厄运之神在捉弄这些孩子们时竟然一视同仁。这一组领队没有出状况，可是竟然有11个小球员因为签证关系不能成行。尽管送行的工作人员紧急办理了改签，但小球员们还是滞留了下来。改签合格下来的日子尚且未知，更令人难过的是，来自广州赛区的选手韩杰文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临时退赛。对一个拥有梦想的足球少年来说，这无疑像是被判了死刑。一边群龙无首，一边是少了大部分选手，这两支队伍还没有上战场就出现了减员现象。接下来谢辉究竟能不能及时赶到阿贾克斯？埃弗顿剩下的10位小选手会不会耽误即将开始的训练？久经考验的中国足球少年是不是可以再次冲破艰难险阻？阿贾克斯集训队虽然领队谢辉缺席，但小球员的训练行程如期展开，选手驻地、俱乐部体验馆都让小球员们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。而埃弗顿集训队在领队高雷雷的带领下感受了异国风情的魅力，足球少年的梦想正在继续进行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足球梦将继续为您讲述。海康人寿，足球梦官方保险合作伙伴。